文旭，我还是扶你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姐姐，我没事，别担心，我要去找芸娘。文旭，你不能去找她，那个女人是个祸害，她会害死你的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跟我娘一样迷信？我要去找芸娘，没有芸娘，我宁愿去死。林根，我要去找芸娘。文旭。 老婆，小心点，这有个坑。挺着大肚子走本来就难受嘛，都是你，怎么不是你吃这个苦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为了咱们家肚子里的这小宝宝啊，那我也是尽了努力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茶山，今年收成多好啊！是你的功劳吗？我看呐，是这茶园本身就好。你。 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哼，都是因为你办事不牢靠，为了得到今年茶王的旗帜，我特别找了一个秘密武器。啊，还秘密武器？周师傅，周师傅。哎，沈老爷、沈夫人，这位是周师傅，他呢可是这方圆百里最好的焙茶师傅了。 有他在，今年这沈家绝对可以拿到茶王的。真的，周师傅，沈家的茶可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沈老爷、沈夫人，在下一定竭尽所能。那你们在这儿，我有事先忙去了啊。先忙去吧。傅家今年的茶肯定比不了我们的茶。太好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那傅文旭今天成亲呢？他成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不是，听说大小姐没死，好像正在大闹婚礼现场呢。什么？云娘没死？她不是掉在悬崖里摔死了吗？是现场的人告诉我的。她说大小姐受了伤，没有死，是个大活人。哎呦，这下可坏了。云娘要是回来，帮傅家炒茶，那咱们的茶王可就……哎呀，你别窝囊了，一个疯子，一个疯子能起什么作用啊？老婆。 你不知道啊，那个芸娘，她小舅有个特长，你怎么是？她万一再回来帮傅家炒茶的话，那咱们不就……哎呦，这可不妙了！哎，你们啊，赶紧再回傅家打听一下，看看芸娘的状况，再看看那新来的少奶奶是什么样的人。好，是，快去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？啊！ 哇，有泳！野孩，你是不是想我啦？要哭吗？是不是肚子饿了啊？原来，他们母子这些日子就住在这儿了。想哭。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天哪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。 少奶奶，芸娘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。
余娘，你在哪儿啊，少奶奶？余娘，少奶奶，余娘，奶奶，余娘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余娘，少奶奶，余娘，余娘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呼吸那么快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找不到你，我心里着急，所以喘得厉害。哦，那我跟你回去了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对，你跟我回去，我就不喘了。跟我回去好吗？好吧。你看，来，过来，好，给我站住！我就知道，你不会就此甘休的。文勋，你要伤害你自己，我不管。琪琪就在屋里，我不许你们伤害他。难道他还不够难堪吗？我知道了，云娘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嗯，慢着。待会儿到我屋里来一趟。嗯，来，来，听话啊，来。不。来吧，来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啊。你上哪儿去了？这么半天不回来，害得文旭生个病还要出去找人。对不起，老夫人，我没找着人，就回家看孙子去了。哦。哎，老夫人，怎么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我孙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。您的孙子念文很没有如果，你不是亲手把他给埋了吗？我是说如果，念文要不是得了那个怪病，文旭也不会落下这个病根儿。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了。对不起，老夫人。沈云娘跟念文都是在心，光是一个沈云娘已经闹得鸡飞狗跳的了。如果念文留下来了，琪琪肯定不愿意，到时候把大批嫁妆都给带走了。你知道这对我们傅家来说有多大的严重性吗？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提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提了。哎，以后你那张嘴严实点儿，知道吧？嗯嗯，知道。啊，知道。待会儿叫文旭到我屋里来一趟。啊，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多亏你刚才没哭，才没被发现。哎呦，
真乖。哎，哎，吴妈也想让你认祖归宗，可是为了富家好，也只能隐瞒你的身世了。你可不要怪罪吴妈哟。对不起啊，暂时先委屈你住在这儿。这房间虽然旧了些，但所有的东西都一应俱全。嗯，说的是真的哎，你一回来就没有喘嘞。是啊，多亏了你，你是我的福星啊。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玉娘，玉娘，少爷，老夫人催您过去找她呢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留下我一个人。别怕，我去马上回来，你在这等我。他对我好，他对我不好，他对我很好啊。不对，他对我不好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看，野孩儿，野孩儿，你对我最好了。嗯。娘，终于来了，还得三请四催的。安置云娘花了点时间，冷落我点就算了，新婚之夜居然还冷落了新娘子。娘，我们应该趁还没有铸成大错之前，放琪琪自由才对。自由？真正放自由的是云娘，她已经上山了，你何必再找她回来呢？那不同，云娘没死，她就是我傅文旭的结发妻子。我承诺过她，要照顾她一生一世。说得多好听啊！那琪琪呢？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又该对她如何负责任呢？好啦，赶快到琪琪房里头去吧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新房是不能空着的。我不能背叛云娘，我做不到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娘的指示，孩儿恕难从命，我先告退。你给我站住！好话说尽，你都听不进去。现在我老实告诉你一句，如果今天你不进琪琪的房间，我会利用所有的方法，把那个云娘赶出傅家。你不能这么做！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我的脾气就是这样。我说到做到。有谁能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该走还是该留？是我，文旭。进来。怎么会好呢？我一个他。
堂堂的罗家大小姐，竟然沦落到今天的局面。原以为嫁了一个如意郎君，没想到她早就有了一个疯太太。我多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趁我还没有伤害你更深之前，我先走了。婉旭，你不要走啊！你不是希望我先走吗？婉旭，我知道我应该离开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选择留了下来。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，我离不开你了。琪琪，你还年轻，你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，趁着一切都来得及，忘了吧。不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我不会再让那个女人来伤害你和傅家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你听我说，你太傻了，是我亏欠你，而且这辈子我可能都没有办法还你，因为我不能辜负你。你不能辜负云娘，那你就能辜负我吗？好吧，既然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你就走吧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又是红手帕。以前你心里有事的时候，就会躲在红手帕底下说话。原来有烦恼的不只是我。告诉我，你有什么烦恼啊？这木刻娃娃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新婚之夜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大街上寻找，回来的时候娘还生气了。找到了，爸。那次啊，还好有你在，把那个日本鬼子给吓跑了。云娘，你累了啊？那你赶紧躺上床睡觉。干嘛？我要睡觉啊。
吓到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出什么的。那我就在这旁边陪着你啊，我就在这儿，乖乖睡觉吧，啊，我就在这儿。嗯，你说什么？这个混账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娘，我已经努力过了，可还是留不住他。七七，别难过，有娘在，娘会为你做主的啊。娘，娘，走。傅文旭，为什么昨天晚上让琪琪独守空闺？我离开也是为了他好。为他好？你知道琪琪受了多少委屈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傅家，为了你。而那个女人呢？她除了伤害你之外，她还能做什么？娘，过去的事咱们就别再提了。不提？我能不提吗？那个女人让我们傅家失去了茶园和土地，那个女人让我们傅家失去了商誉，那个女人让我失去了你爹留给我的自鸣钟，那个女人让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儿子，我能不提吗？我能不怨吗？娘，失去的东西，孩儿会想办法拿回来。拿回来？容易吗？难呐。娃娃呢？哎，我的娃娃呢？我的娃娃，娃娃呢？娃娃，娃娃，少奶奶，娃娃在这儿呢。我的野孩，野孩，野孩，哦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少奶奶，娃娃饿了，快给他喂奶吧。啊，好，喂奶喽，喝奶喽。
乖，野孩要喝奶才会长大，长大我教你唱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。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你要把过去的一切都拿回来，你自己看，那是什么？茶王干，你有把握继续保留它吗？我们傅家现在只剩下那么一个小小的茶园，想想过去，我们傅家有多么大的一块茶庄，有那么多的人才，都被沈云娘那个女人给毁了。可是你拿她当宝，切记捧着黄金来帮你，你却把她当草。你真是个孝顺儿子，你真是傅家的好子孙呐。娘，琪琪命好，没有吃过苦，云娘命苦，没有享过福，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个秤上做比较，对云娘不公平。你自己摸着良心说对琪琪公平吗？娘，您别再为难文旭了，是我以为他有点喜欢我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，我走就是了。不许走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他不能接受我，我就把沈姨娘赶到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娘，你别逼我。是你在逼我。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哦，老夫人，少爷，咱们今年还要不要参赛？参什么赛？那你看，你们不是一直在讨论赛茶大会的事情吗？大会问咱们今年还要不要参加？当然要。当然要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现在参赛，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娘，别忘了，有云娘在。当初是云娘帮咱们拿下茶王，只要云娘在，咱们傅家一定可以重振声威，一定可以再拿下茶王旗的。可是他已经疯了。娘，只要有机会，咱们都得试。娘，我求求你，就当给云娘一个机会，给咱们傅家一个机会。娘，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他暂时留下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跟琪琪同房，做一对真正的夫妻。否则，我就把沈云娘赶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娘，你别这样。我知道了，但娘，你也得答应我，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分开我跟云娘。要我跟那个女人，二女共侍一夫，不，我不要。那就罢了，我跟云娘，我们离开，我跟她一起浪迹天涯。文旭，琪琪，留下云娘只是权宜之计，以后娘会想办法的，相信娘啊。娘。哎，少奶奶，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少爷来了，别玩了别玩了，少爷来了。为什么不能玩？这个孩子不能让别人知道，要是泄露出去会出大事的啊。来，把孩子给我，听话，啊，来，哎，给我，哎，哎，他是我的野孩儿，他不是芹菜萝卜。哎呦，这样啊，才不会被发现。啊，你也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说漏嘴啊！
要是泄露出去啊，隐儿会被抢走的，听到吗？可是他是好人，也不能说。不能说。嘘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最会暗中迷藏了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的。对，不要说啊，不要说啊。哎哎，少爷来了，少奶奶已经吃饱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少爷坐坐啊，我去干活了。哎，这吴妈怎么回事？古古怪怪的。芸娘，芸娘，看吴妈古古怪怪，怎么连你也古古怪怪的？好，你不说，那我就听我说。芸娘，只要拿下今年的茶王，娘就会接受你。虽然这次挑战有点难，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。只要我们俩夫妻一起努力，今年茶王旗一定会留在傅家。扶一下，哎哎呦，慢点慢点。为了得到茶王，今天非得探出傅家的虚实不可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心里只有他，没有我？哎，妹妹，你是傅家的人吧？我是芸娘的嫂子，听说芸娘回来了，特地来探望探望她。我是芸娘的哥哥沈万生。哎，也不知道那疯丫头现在好点了没有？想知道不会自己进去瞧瞧吗？我还有事，别拦着我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看你气质不凡，你一定是傅家的新少奶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我看您呐气质不凡，跟文旭非常的般配。我看您心情不好，想必是被我们家芸娘给气坏了吧？哎呀，我那个疯妹子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会勾引男人呐。有什么邱大少啊、山本一郎的，都对她喜欢的不得了。就算她疯了，这男人对她还是倾心不已。我说好妹子，你千万得小心，别让那个文旭也给她害了。你们怎么说的和伯母说的一样？她真的有这么邪门吗？那当然，这傅家就是给她害的，真惨呐。哎。没错，傅家的不是芸娘，是你们。走开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，傅家不欢迎你们，滚！这坏人，卑鄙小人，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替老天惩罚你们，让你们不再使坏！发生，发生！呦呦呦呦！哎呀！好怕，蒙着眼睛，快走，快走！好了，别走！好了，芸娘。两只过街老鼠，罪有应得。芸娘，别管他们了。我不是要带你去茶园吗？走，我们去茶园。来，听话啊，走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真担心孩子差点保不住呢。哎，万生啊，你妹子疯成这个样子了。哎呦，杀人可以，我看制茶呀不太可能了。哎，那可不一定，这死丫头疯了死了都能回来，对她呀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哎，我瞧你倒还说出点人话，这话不无道理。我说的对吧，老爸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的问题是她见了咱们就疯，真是没机会下手啊。告诉狗子大牛，从现在开始密切地注意沈芸娘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来跟我通风报信。哎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她。万
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这么漂亮啊？芸娘，少爷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芸娘她还活着。是啊，少爷，最近可把大家都担心坏了。对不起啊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哎，少爷，你看，咱们现在这片茶山呢？这片刚采的吗？哎，对，这片啊刚刚采完，现在采这边。少爷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采的茶。哎，上面的都收过了吧？哎，对，上面啊都收过了。你在这儿啊，害我担心死了。是一样的独特，一样的香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们今年茶王有望了，有望了。比起得到茶王，我更希望借助这茶唤醒他。唤醒谁啊？嗯，谁睡着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忙你忙你忙，我不可以睡着，因为会烫到手。琪琪，为了保住茶王的名号，你就忍忍吧。啊，再说换个角度想，你才进傅家，这棋子就给人摘走了，你的面子也过不去吧，是吧？我就不懂，我到底是哪里不如那个女人，为什么委屈心里都是她？哎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当初这茶王的名号也是他得来的，这就是文旭，文旭对他一直割舍不下的原因嘛。我的茶王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有钱，我可以请最好的茶师啊。琪琪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文旭迷恋他的就是他的天赋，为了这个，为了傅家，你就忍一忍，给他这个机会吧，好吗？那谁给我机会呢？一直到现在，傅大哥都不愿意碰我，只当我是个空气，是个外人。好了好了，娘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放心吧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让文旭到你房里头去，要记住一句话，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胜利的一定是你，相信你啊，好吗？啊，少爷，少爷，你看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老夫人跪在祖先牌位前已经很久了，怎么劝都不起来，我担心老夫人身体受不了啊。少爷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啊，好。芸娘，你乖乖在这等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要去哪里？很快回来，乖乖的啊。我不要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少奶奶，孩子，孩子更需要你啊。孩子，哎，孩子，来跟我走，乖，听话啊。孩子，傅家的列祖列宗在上，这个沈芸娘已经把我们傅家整得不像样了。我一定要把茶王给夺回来，让傅家重振家威。
娘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别碰我！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娘啊？我以为你心里只有沈姨娘呢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新娘妻子琪琪呢。娘，你又来了。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是说好了要遵守约定的，我已经遵守了呀。我把沈姨娘留下来了，可是你呢？你并没有跟琪琪同房啊。当然了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富家，所以你可以逍遥自在。我就不行了，我觉得有愧富家，所以每天我都要到祠堂来向列祖列宗忏悔。给我跪下。你倒是说说看，对这件事情你到底要怎么交代啊？难道要在你这一代断了香火吗？孩儿没这么想过。儿子，我就是娘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别这样，孩儿承受不起。你起来。娘求你，儿子，咱们这一代就只有你这一根独苗，就靠你开枝散叶了。娘求你了。娘，我求求你别这样。最初为了爱的归宿，深深相爱，走进爱的低谷。我太孤独，忧伤的重复，伴随走过爱情的远路。渴望爱在慈悲救赎，爱是我唯一。